2018 TVB 艺人证件照片，黄心颖超 sexy， 开胸开到落肚。2018 TVB 艺人证件照片，黄心颖超 sexy， 开胸开到落肚。2018 TVB 艺人证件照片，黄心颖竟然开胸开到落肚，超级 see through， 网友顶不顺。记得上年无限高层发出禁奶令，女艺员个个都收起性感，平时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贴照片都会收敛一下。据香港 HK01 报道，早前内地微博释出了2018最新艺人照，就好像证件照，一人一张。高海宁亦还有收起鲛人身材，改走斯文气质路线，个个都正正常常。不过黄心颖突然一转画风，穿了一件 see through， 还要开胸开到去肚子，性感到不得了。照片释出之后，黄心颖自己都吓了一跳，在 Facebook 上面 po 文。听闻这张是2018新的艺人照片，自己都不记得有拍过。其他艺人照，参考来源，赶快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看看吧。参考来源。